陛下，不如我们今日就将云姬和轩儿的日子定下来。好，这事儿啊，爱妃安排便是。多谢陛下。 儿臣，臣媳拜见父皇、母妃，免礼吧，不必拘束。谢父皇，谢父皇。云姬啊，你三日后便要嫁给轩儿，这皇宫便是你。 云姬，你要替本宫好好看好燕王和燕王妃，若有事情，及时来报。是，臣女定当让这冷厉。